是。没有啦，现在流行，流行那个打啦。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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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那个拼盘的。哦，打浪啊。对。打浪你不办啊？不啊，打浪你不办哦。娃娃版，对吧？那个是台湾的连续剧。对。哇，你刚刚冲凉来呀？没有啦，刚刚跟一只猪做运动。为什么跟猪做运动？因为那个猪哦要生小孩啊，真的，要有运动，运动它可以生小孩。真的？对，所以那小孩有生出来吗？还没生。是你的小娃娃。哦。不要问那么多了。空中不要叫他去帮你，不要啦，台湾很乱，新加坡比较好。对呀，对的，好像你这样生出来多可爱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你叫什么？我叫宝恩。宝恩，你是什么籍贯的人？广东人。广东人。系呀。广东话叫点讲啊？你个名？叫李宝一。哦，吓讲屌李宝一。我可以讲嘛，阿讲屌你老一，你是讲什么啦？我得到共鸣啊！我叫宝恩。哦，你叫宝恩。叫。叫啊。G I U 叫。我叫宝恩。宝恩。真的，你叫你做律师，拢发来拢死罪的。哦，阿你叫宝恩哈？系呀。李宝恩。嗯。阿你个阿妈咪叫李宝三。你今年几岁啊？我今年十七岁。十七岁啊？系。听冇。哎呀，假啦啦！你今年十七岁。系啊。你阿妈系咪买错米啊？咩米？啊，你个米都食到咁大嘅。你阿妈买咩米噶？咁大粒嘅？今日换样时候，啊，破地嘅都叫做消年啦。哎呀，唔紧要啦。你今日好高興嚟呢度，你要同一個好重要嘅人打招呼啦。啊，我哋嘅曾市長先生。哦，曾市長啊。曾先生。曾。廣東話怎麼講？曾。啊，曾啦，曾。曾市長。曾市長。叫我曾市，你咪不好意思啊。曾市長好。张市长不要讲张博士，张博士，你唔好讲啦你，乜嘢乱咁讲咧？广东话，我广东话大家都听得懂啊，听得懂嘅拍婆，你广东边市啊？啊，广东边市啊？得唔得？你广东边市？边市啊？啊，边市咩？边市就是多乐，哦，台湾啊，台湾。台北啊，台北。你是广东人？啊，唔系福建人。福建人。你睇我个面，我个面都知道啦，同你个面都唔一样啦。什么？你广东人嘛，系咪？你睇个面，啊，一睇就知道广东面。你是福建面？系啦，我咯福建面，即系台湾面。啊，今日你要唱咩歌啊？今晚我系唱呢首福建歌。